哎，大家晚上好！就好久没吃火鸡面了，今儿煮了一包火鸡面，然后通俗的吃法都吃够了，今儿试试这个啊。搁个蛋，这蛋的话，我觉得这签儿还是不吃这签儿了，反正签儿蛋签儿还是有点腥。哎，鸡蛋黄呢？黄在这里，哎，这就可以了。大家要是买的话啊，一定要买这种这个无菌的蛋啊。其实大家不用担心，超市吃的是无菌蛋，就可以生吃的这种啊。你怎么还能吃生鸡蛋？对呀，我是大人呀。那我走在，我也要吃生鸡蛋。你长大可以吃。爸爸，我也看爸爸吃。是啊，你吃吗？你不能吃，你太生了。看人。这个生鸡蛋可以提鲜啊，而且还能提高粘度、粘稠度。完这种无菌的蛋，它。不是太腥，黄的话不是太腥，再看你吃黄是稍微有点看甜的，嗯，再一个，黄是有点甜，我要看爸爸吃，好吃吗？好吃吧？好吃吗？好吃，还有辣，你吃不了，我就看你吃。嗯，拜拜。晚安。记得吃完了要刷碗。还真这样吃，确实挺好吃的。加了鸡蛋黄之后特别糯，感觉，但是一袋不禁吃啊，吃完了。没吃饱，真没吃饱，来了份凉皮儿。哎，这大晚上的，哎呀，这料已经拌好了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拌好了吃了就。手机太黑了。我打小吃饭快。差不多太咸了，还没吃饱啊！好，出来，好，明儿见，拜拜。